今天下雨，本来准备出去逛一下的，路上有一点难受，然后就打道回府回来了，装了一个热水袋捂了一下肚子，天气有点受凉了应该是，然后吃了一个石榴，这个还是出门之前放这里准备回来再吃的，然后这个石榴很饱满，直接吃了一大口，应该有差不多一年多没有点过麻辣烫吃了。今天外面有点下着雨，然后在家里有一点点不舒服，吃这个麻辣烫感觉应该会挺舒服的。我们点了一个麻辣烫，有蔬菜，还有一些这个淀粉肠也是很久没有吃过了，鱼豆腐也是，淀粉肠真的是久违的味道了，豆皮也是很好吃。我点的是番茄锅，这个是牛肉丸，是夹心的这种牛肉丸，泡了一个红糖的姜茶，就在家好好休息啦。